火遍大江南北，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强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吉林省坐拥1012万亩草原，作为全国八大牧区之一，我们的草原生态又是怎样的呢？正当我们寻找关于草原生态方面的选题时，收到了好老师发来的视频。好学生们大家好，好好学习已经开播4年有余，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摄制组通过通力合作推出了诸多的生态选题，比如长白山，比如向海，比如默默阁。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主角，那就是以吉林省西部松嫩平原草原为代表的草地或草原生态系统。我手里呢有3张照片，是有关吉林西部草原的照片，分别拍摄于1985年、2002年以及2020年。我想请好学生们以这3张照片为线索，去西部草原做一下实地探访。你对草原是什么印象？草原给我一种特别辽阔的这种感觉，想象中一来到草原应该就是会心胸特别宽广吧，悠扬的这种马头琴，特别纯粹的这种歌声，这是我对草原的想象。我还没去过真正的大草原，但是我想的话应该是敕勒川底下的茫茫绿色和天高地远的感觉了。不过我们出发前，我觉得应该去问问老师，看有什么样的提示，我们再一起出发。好，走吧。老师，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3张照片，我想知道那个照片大概是什么时候拍的，是谁拍的呀？好，哦，这问题问得好，正好带来了哈。这3张照片呢是东北师范大学的王德利教授，他是国家植被重点生态工程实验室的负责人。你们到吉林长岭县哈腰井子羊草自然保护区，你就能看到这些生态景观。这就是那儿的拍摄地。对对对对对，草地呢，有人说什么是地球的绝大部分什么皮肤啊？那么你们上腰井子哈羊草自然保护区，你们就感受到哈自然的什么皮肤之美。两位同学从照片的直观感受，再通过学习到那个草原看看实地，大家会发现，用中国语古话讲叫沧海变桑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它不仅仅是草原和生态的变化，其实本质上是人的变化，是人的观念发生的变化。希望两位同学学有所获。草原作为一种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态系统，在生产、生活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中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不可替代。吉林省草原位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林草过渡带、吉林西部草原防沙带，生态区位和生态价值极其重要。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张掖市考察时指出，要正确处理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积极发展生态环保可持续的产业，保护好宝贵的草场资源。那么我省在草原生态保护方面做得如何呢？请跟随我们的好学生们一起开启本期的探访之旅。车轮带着我们对吉林省草原的无限遐想滚滚前行，驶向长岭县腰井子镇种马场。此行
又能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我们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此时的我把所有的想象都讲给了手中的吉他，他说那是一片美丽的草原，那是我的家。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万里水。您好，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您知道王德利教授在哪儿吗？王老师应该跟周老师在那个在玄田里，实验地那边哈。哎，好，谢谢。就在前面。嗯，都是费点劲在咱们这儿沟通。老师好。哎，你们好。哎，您是王德利老师吧？对，我们是好好学习栏目组。你好，欢迎你们。欢迎。哎，老师好。哎，你好。交谈中，王德利教授告诉我们，他从1985年就开始在这里研究我省的草原生态，曾先后主持国家级与省部级科研课题21项，作为主要参加者承担9项，为国家及我省的草原生态保护提出过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毫不夸张地说，王德利教授用了37年的时间，见证了这片草原的冬去春来，和这里的草木更有着无法剥离的情感。哎，草地，对，这就是最早的吧，85年。嗯，哎，85年你就能看到这个草地。那个时候我们草地是由于过去由于人口的剧增，嗯，家畜数量剧长，然后过目超载，草地就出现了退化，这主要是盐碱化。但是恢复以后，慢慢有变化，就恢复了。这个是这是2000年。应该是20年以前的了，这个就是最近的了，你们可以到这个野外直接就能感受到，这个是最近的变化，对我们国家草地变化，有一个向好方向发展，我觉得是有国家政策在主导，然后人们的生态意识在增强，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综合的往前推进这么一个过程。您和您的好搭档相机都是见证者是吧？是。那在这一系列的工作当中，您觉得比较难攻克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草地所在的区域一般都是气候恶劣、土壤贫瘠的地方，所以呢，要修复草地也需要攻克一些技术难关。第一个技术瓶颈就是品种问题。所以。你们来到这个我们现在工作的现场，能看到各种各样牧草的这个品种。从2007年以后，我们一共有7个牧草品种，就是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我身边的这位年轻的博士啊，也周邦伟副教授，就是从巴塞罗那大学回来以后，就扎根在我们松针草地，开展优质抗逆这个牧草的研究。周邦伟副教授2015年从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博士毕业，第一时间选择了回国。他认为学成报国才是一个留学生的归宿，博士学习期间研究的植物生物学如今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我们脚下这片茂盛的牧草便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东北地区实际上是非常冷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从其他任何国家或者是这个南方的一些地区来的这些品种啊，在这块适应性是很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如此冷的这种东北冬季的环境下，它就基本上就不怎么存活，存活率非常低的，不能越冬。不能越冬。您从事这方面多长时间了？我从事这方面应该说年头很长，但是呢，这个做牧草一种，自从来到东北师大之后，我们做了6年。我本身也是这个从农村出身的这么一个家庭嘛，所以说对这个从事这个农业行业呀、品种选育行业呀，这是非常热爱的。因为只有种子才是真正能够改变农业现状的这个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环节。农村出生的周邦伟曾经不止一次看到父母在这片黑土地上耕耘，对农业有着特殊的情感。用他的话说，那片土地的恩情是他穷极一生也报答不完的。2011年，
已经从事了4年农业相关工作的周邦伟认识到，种子或许是制约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瓶颈。顶着妻儿老小的生活压力，毅然选择远走西班牙，学习和研究方向也定在了育种。两位同学，你们看哈，这叫燕麦。那燕麦我们传统理解呢，都是给人吃的，做燕麦粥啊、燕麦片啊。但是我们此处的燕麦主要是作为这个牧草的这个应用来进行品种选育的。那么我们来试一下，亲自体验一下吧。啊，体验体验。来，在周邦伟的指导下，我们学习了一项新技能，给燕麦做杂交。包括我们手中的燕麦在内，周邦伟一共培育了3种适合松嫩草原的牧草。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怎么能让自己的研究落地，成了他需要考虑的问题。这种成果的落地推广主要是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合作，因为我们是科研单位嘛，对这个成果的这种推广可能这个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呢我们要采取校企联合，主要以企业为主来对我们的成果进行成果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那目前就有互相扶持帮助的企业在当地？对，我们就在后面有一个牧草公司，它呢是当地比较大的这个草产品加工这么一个企业，我们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看一看。好啊。在周邦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片种满冬牧一号的草场，也顺利地见到了草场的主人张庆超。这是苜蓿，这是紫花苜蓿和羊草。这是咱们自己建的一个人工草地，自己建制的。现在看起来长势今年就是特别好，是吧？今年对，今年非常好，今年风调雨顺嘛，雨顺也好。张庆超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对草原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20多年前，他完成了儿时的梦想，承包了总面积1500公顷的草场，成为了这片草场真正的主人。经过20多年的经营，草场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正常年景能够产牧草1500到2500吨，其中90%左右都是马草料。但近几年，马草料用量不断下降，张庆超便有了试种其他品种的想法，这也正好解决了周邦伟的燃眉之急。我现在就应该叫张经理了，他在这儿做的这些，草地的保护，不是一个静态的、单独的、被动的保护，他经常有一些，有些想法，怎么能快速的恢复？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很多实验地都布设在他这个草场上。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既然是草场，也这么大的一片草原，但我一路过来好像都没有看到牛啊、羊啊，没有放牧的场景，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长岭县有个禁牧政策，现在，就是它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它是禁止放牧的。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禁牧是到4月份到9月份，禁止放牧。那这次太遗憾了，天苍苍，野茫茫，我俩过来没看到现牛羊。你们也不要留下遗憾，我们确实在我们整个吉林省范围内，我们整个的利用政策现在是禁牧阶段，但是我们要研究一些新的放牧技术，或者是更精准的放牧技术，等到草原恢复好以后，我们再进行合理利用。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布设了一些大型放牧实验，我们就要研究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在为这个恢复好的草地再做一些准备，充分的准备。太好了，老师，明天我们跟你们一起去。一轮日落日出，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4点钟。我们带着对放牧实验的期待，来到了东北师范大学草地科学研究所。谢谢。然而，今天带领我们一起参与放牧实验的，竟是一位90后女博士。行，这就是我们那个羊舍。然后一会儿就从这条路赶出去了。我第一次赶羊。我也是第一次。哇呀，出来了。抓羊赶羊有技巧吗？就是如果一会儿走的时候，其实一般我们就是两个人赶，就是前面一前一后，因为如果要不然的话，你不压着它，它跑得很快。这位手脚麻利的女博士叫徐曼，
他研究的课题是让我们意外的动物采食行为，属于精准放牧实验中的一部分。由于要照顾羊群，我们始终没有得到深入交流的机会。原来赶羊的感觉真的还16挺新鲜。路过一段泥泞，我们的脚步明显跟不上这个96年出生博士。我羊都跑那边去了，这羊在遛我们呢。确保每天的脚能是16只就行。为了照顾我们，徐曼的两个同学跑到了队伍的前面，有意的限制了羊群的行进速度。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赶羊也是这种状态吗？对，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跟你们是像一样的状态，因为以前也没有就是赶羊的经历。当时第一次是什么样的？因为当时比现在更难，因为当时就是还拿了好多就是仪器，还有那个记录本什么的，然后他拎着，然后两个手这么拎着，然后那羊就跑得特别快，然后你要是非常快的追他吧，他会跑得更快，所以你就得所以你就是特别，当时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特别狼狈。一路走一路聊，不知不觉中2公里的路程已经消失在我们脚下。这段不算近的路程，这个24岁的女孩几乎每天都要走上4次以上。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到博士的实验课是这样的贴近生活。终于到达实验场地，徐曼细心地为我们准备了防蚊措施。过去是因为不合理的利用，没有探索出这个科学的这种放牧、科学的放牧管理方式，所以导致草地退化了。那么在未来，可能我们国家这个大面积草地逐渐在恢复的这个条件下，那么未来怎么样的去科学的放牧管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探索这种科学的、精准的这个放牧管理技术。就是我们这个草原其实是不可以没有这个牲畜的，是吧？因为家草原上这个草食动物在草原的进化过程中，就草食动物是一个最重要的生物成分。但是现在我们看，我们草原上这种野生的草食动物是没有的，啊，现在那么只能用这个家畜，它可能作为草食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替代者，来承担这个草食动物所具有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作用。这位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教授是徐曼的导师王岭。长江学者，研究草原生态21年，获奖无数。徐曼是他最得意的门生。您是因为喜欢才选择这个的吗？对，因为最初的时候，其实是当时考入硕士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对这个了解不是特别多。然后加入团队之后，然后在老师的这个引领下，其实慢慢就了解这个专业，就越来越喜欢。特别是我的这个专业，它是我的这个方向，它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它是连接就植物和动物相互作用的这个关键环节，所以一定要看这个采食行为来揭示这种就是它的这种规律，根据这个才能指导一个精准的一个放牧管理，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在研究过程也很有趣。刚才我们经过在赶牛和赶羊这个路程中，实际上它经过了一片的那个玉米地，就那个就是老乡家的嘛，因为牛它有时候跑得很快，你追不上，它就有可能会吃那个就是庄稼地。然后所以每次我们在经过那个路上的时候都就心惊胆战的，就一定要好好就是围追堵截，你知道吗？然后才能让他就是赶紧路过那片地，别吃，因为怕毁坏人家的地。儿时生活在农村的经验帮到了他。那时为了不让牛啃食农作物，外出干活时家里人总会给牛的嘴上套上一个铁丝编制的护具，长辈们叫它嚼子。经过小伙伴们的论证，果然有效。一般是在路上的时候就会给它戴上，是吗？对，因为在赶的过程中，就是刚开始去接它的时候就要戴上，因为怕它在路上吃别人的庄稼。最开始它也不怎么听话，后来我们就想了，就给它灌，就是每次接它的时候就给它系上那个绳。就放牧前放牧后。对对。就这样对它进行管理。是的。辽阔的草场上，时不时就会出现他们的实验仪器。王德利教授告诉我们，在这边50公顷的草场下面埋藏着上百种仪器设备，就连徐曼他们这个放牧实验也需要现代化设备的辅助。这个袋子是用来记录那个绵羊的那个行为的，属于这个是它是一个就是狗狗背带。然后这个技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申请了那个国家专利，然后相当于这个是从它头上套过去。要不然我们进去实操吧。对，可以可以。为了真正体验他们的日常，我们决定今天给他们带运动相机的工作由我们来完成。
这个是在它脖子下边，其实是啊，这样的脖子下面，这个头是这样的啊。哎，安爷快来，姐快点儿，我都帮你抓住这个母羊了。太厉害了，你快骑上，骑上，骑上。这样，你看我是不是有天赋啊？牛羊领路人。你好乖，你好乖啊，这样乖，你乖，要不我站上了，好吧？然后底下这两个要转，它的两个转，两个一起转一下，转完之后从它的，它如果不够长，你可以调一下，那得调节的再，然后调一下，给了，基本上长的话，它的这个视野就是和这个地平行就可以了。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记录它吃什么了。对，可以帮你搞的。这真是个体力活啊。对啊，你们体验下来有什么感觉？太累了，后背已经出汗了。吃完了。平时我们做实验，每次实验的话，我的这个实验基本上要记三只牛，三只羊。你一个人？对。牛。每次实验归来，他都会对照运动相机里的内容，记录羊群进食牧草的种类和数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研究方向虽然辛苦，但是他觉得很有意义。想想能够通过他的研究，在将来能够让更多的草原得到恢复，草原生态能够和谐相处，日益繁茂，他觉得现在的经历一切都值得。过去的是自由放牧，所以造成草地退化。那么改变过去的自由放牧，就应该有新的放牧技术。正当我们孜孜不倦地吸收着关于恢复草原生态的知识时，一个电话打断了我们。哦，我要接一下电话啊，对不起。原来是种马场的厂长邀请王德利老师一起进行草原巡护，我们自然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欣然前往，也见到了电话那端的厂长张铁军。现在咱们对于生态这块呢，是属于保护修复的一个过程。原来的时候是纯天然大自然的，说那个时候啊，小时候我们到草原上去啊，就是天空上飞的鸟，地下的鸟窝，都是随处可见的啊。草那个纯咱们的羊草啊，高度啊也得七八十公分那样，就那时候那个景色呀，十分的美丽，十分的壮观。当早晨的时候啊，一放牧的时候，那万马奔腾那种景象，伴着旭日，真是可美可美了。为了还原儿时的那片草绿天蓝，王铁军和身边的这群伙伴们一直认真负责地执行禁牧工作。今天的巡查便是禁牧工作中的一项。今天我们主要是看草原那个设施围栏，看它这个有没有破损，牢固程度如何，以及啊看一下我们基层的这个巡护队伍是不是在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行驶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今天的巡护区域。经过一个小时的巡查，确定了该区域的围栏完好无损。张铁军厂长也给我们讲起了这些围栏的由来。也是一种设施建设，属于啊这个保护咱们草原的一种措施啊。那现在当地大家的意识怎么样？偷偷放牧的人还多吗？现在来看，咱们草原管护这块已经没有了。我感觉像这么多年的保护建设，天苍苍也茫茫有了，可能更多的牧民和老百姓也期待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景象吧。那对呀，这也是我们心中的梦想啊。通过说保护，说草原恢复了，那么为咱们未来就是合理的进行放牧，合理的进行轮牧，也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基层工作者们的辛苦付出终有回报。如今我省草地面积1012万亩，其中天然牧草地248万亩，占24.51%，人工牧草地17万亩，占1.65%，其他草地747万亩，
占73.84%。王德利教授人生中最重要的37年，见证了如今的这片草绿天蓝，这里俨然成为了科尔沁草原最美的一角。这次的探访到这里也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返程之前，我和张素决定根据这几天的探访感悟，再唱一次那首来时的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湾碧水映晚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两位老师，这次学习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收获非常大。首先我们就是见到了很多与草原为伴的人，感受到他们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奉献着自己的这种青春，然后目的就是说为了让这片草原能更好，然后也感受到这个当地政府对草原的这种付出，这些都是我这次学习最大的一个收获。草原是植被类型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自然陆地生态系统。另外呢，草原它是介于森林和荒漠之间的生态类型啊，它十分容易退化。在政府这个层面呢，对草原是极其重视的。比如说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草原森林、河流、湖泊的休养生息，而且把草原放在了第一位，逐渐呢对草原的重视程度。我认为哈，草原的保护啊，应该结合这个大局观和大的生态观，不仅仅只着眼于草原的生态这一块，而着眼于什么？更应该着眼于经济生产以及农民牧民的生活啊。那么生产、生活、生态要和谐发展。那么随着哈我省的草原保护的持续的推进，我相信啊，一个红肥绿瘦、草长莺飞、生态和谐的吉林啊，草原生态文化哈，将会变成我们吉林省的一个生态名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而我们吉林省按照总书记这种指引，走了一条适合我们吉林省本地适宜的绿色生态发展之路。我们今天看到了今天所出现这一系列这个变化，它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其实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的指引。草原的保护绝不是哪一级政府的一个具体的行为，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生活的发展。我们生活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取得这样的成绩，但是草原的保护和我们的生态保护绝不是一时一刻的。今天我们走到了这里，那么回望历史，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但其实我认为再加一句话，这些年我们的保护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三个问题都弄清楚的时候，我们恐怕才会更加坚定我们这个绿色环保生态优先之路。